有些观众朋友们，大家又到了这一拜的共鸣之战。美国也正在打季后赛，日本正在打季后赛，台湾正在争夺下半季的最后冠军。虽然我不知道韩国现在在干嘛，但韩国应该也很精彩。太空人水手决战18局平纪录，今年水手算大惊喜啊！希望明年水手可以加油。没办法，上礼拜在许秀自己穿了水手的球衣来，我也没办法。虽然我自己穿的道奇被淘汰了。好了，那个今年很多人在手上抹油嘛，所以裁判今年会检查投手身上有没有油，季后赛也不例外。加比丘被问到如果被检查耳朵会有什么反应，他比较就说想摸我哪里都可以，这是棒球有魅力的地方，男人对男人的身体之间的对决，你要摸我哪里都可以。为达尔比丘干一杯，达尔比丘一战。接下来大家也有看到那只鹅，道士跟教旗有只鹅跑来看嘛，大家有看到那个鹅坐在右外也看。今天这个新闻是说才没有被三杯，道旗证实迷途之鹅已经放生，对，他没有被三杯。大家想要知道嘛，他怎么可能被三杯？鹅的话当然是盐水的比较好吃啊，大家共勉之。但讲到鹅嘛，被打爆鹅，大联盟史上有一个投手爆鸟的 Randy Johnson， 现在是一个很棒的摄影师，他会拍美式足球赛，有些摇滚演唱会，他自己还有摄影工作室，大家可以去看他的网站了、啊。logo 就是那只鸟被打爆的样子。好了，那个魏全龙晋级季后赛了，真的是蛮赞的。我季初就在说魏全今年会打得很好，今年的魏全年轻球员都表现很好嘛，真的蛮棒的。而且我看你比赛，有些不同组合是更棒的。对，上礼拜看到那个统一罗王表现非常好嘛，那天被打到脚踝，防护员上来关心，走开走开。他说这是我父母从小教我的，什么样的父母会从小教？我朋友那个爸爸很严格，跑步摔倒的话，不要哭，站起来，他就一边哭，然后继续跑。相信罗网也是这样长大了，才会这么对手背这么严格。布朗哥昨天投了那个160公里，平联盟最快纪录，没有进季后赛的压力，大家都毛起来刷纪录呢。那说到球速快 ，U23 林振伟对日本火球连发，生涯最速159公里。今年 U23 真的每个都好厉害，我觉得台湾球员真的有越来越强了。不要再笑他们，虽然州还是要煮，州是当然要煮的、啊。你以为美国没有在煮州吗？最后我们的好朋友乡长林总。我问他说：“有想打经典赛吗？”“哦、有啊，有啊，有啊，我要打，我要打。”他就这样，想打，有啊，我想打。今年确定拿到中继王了嘛？蛮赞的，恭喜乡长，恭喜乡长。然后詹志尧千场达阵，应该是我们现在播出的时候，应该会完成他的千场出赛。恭喜詹志尧，退休愉快，退休愉快。虽然现在一垒知道战好战满，退休之后马上就找到新的工作了，棒球一直赞，大家共勉之。大家可以把身旁的泡面啊、炸鸡啊掏出来，因为这集。要烤肉，够美食。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又来到天母棒球场。理论上是来看棒球的，但谁要看什么棒球？我们今天在吃烤肉的 Dragon Beauties 食欲之秋小龙女烧烤同乐会。我们今天没有小龙女，那今天我们来干嘛？剩的票就丢。剩，我们是 Q 嘎就对了。今天有一个目的，对，要减的是剩300号。啊，对，我们这边是有，我们这有机会呢。Bulls 也破纪录了嘛 ，Aaron Judge 也破纪录，村上中龙也破纪录，就剩台湾了、啊。大师兄加油！好了，总之。对，球干杯！今天这一集就是烤肉特辑。我发现那个烤肉有个最大问题是，这个烤肉区没有酒，所以我们先去找酒，我们才能干一杯。好，球干一杯，找酒。我们的工作人员穿戴拉明狗，他的帽子是拉明狗。今天对拉明狗。对啊。拿魏权的钱，拿拉明狗开，这就是直棒。我、哦、还有披萨。现在。哦。如果我们搞砸了，还是有东西可以吃。看一下食材啦，对，一般来说，那个我们去外面买槟榔啊，如果是有辣妹，槟榔就是你买50块只会有3颗，小龙女来帮忙烤，她可能菜色就会比较少，理论上是这样啦。明天就是大家来啃吐司，赖可配吐司，其实还不错哎、欸。你看这大的玉米笋，啊，最重要的肉，带骨小排，那、啊、这美国牛呢？对，胸腹肉，这也是美国牛呢。哎、欸，其实蛮好的，那都美国的，不愧是天母，哇，安格斯全部都是牛呢，主角。吐司，我们今天是礼拜五了，对，礼拜六、礼拜天来的朋友就是小龙女配吐司，反正你们没有打认真要吃肉啊，色鬼就给我吃吐司就好了。好了，我们这边终于拿到酒了，从啤酒开始，从啤酒结束，野球干杯，食欲之秋，小龙女烤肉趴，干杯。今天是唯一没有那个小龙女的，我们大家那个都花了钱了，要来选礼拜五这个不完整的烤肉趴，访问一下看有没有人愿意让我们访问。哎，搞错了，小朋友，台南，干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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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干杯，干杯。你们今天是从高雄上来？
对对啊，哎呀，动高了之后请半天假，所以是特地来烤肉了吗？来看魏全龙赢球。可是你刚才明明就很认真在烤肉，完全没有在管。保护大家，他们有气力去喊，我来烤肉。我们有前线也有后援。哎，对对对，分工分工。帮你介绍一下，小龙女烧烤一个包桌的。包桌的。你明天要不要来？我请你来，我有六张票。这样，你一个人包桌吗？对，一个人包一桌。等等，我问一下你包谁的？小应啊，小应那天也有，你最佳那天有，我也那个票。我明天请你来，要不要？如果没有人来的话，我一个人包一桌、啊。你们就被约会这样。对。好了，赖可、小应，这就是明天你们的相亲的对象。没有了。这边后面感觉比较危险一点，感觉是很认真来烤肉的一区。大家可以跟阿强打个招呼。Hello, hello。大家要不要介绍一下自己？我是鱼鱼，我是依，我是 Jasmine Rina， 我是佑佑。披萨有在看棒球吗？小时候看棒球，长大看拉拉队。披萨好吃吗？披萨不错，吃起来不错。你有看说明书吗？他说那个披萨你们叫的话是以颗为单位，所以这是一颗。披萨平常会用什么那个？一颗。一颗，它是用一颗，对不对？好啦，就这样。Hello, hello, 你好。Hello, 你好。啊，不好意思，我走过去，对对对。你平常在看棒球吗？在电视上有在看。所以今天这是你一个人一桌吗？我有点孤单，有点孤单。现在拍这个是访问吗？是访问，但我们这个节目很随便。哦，随便好，我也喜欢随便。在这边吃得很开心了。对啊，没关系，我喝酒，先喝酒，然后有口有点渴。Okay, okay, 他觉得是交朋友比较轻松。好，那我们去拿啤酒。我刚想偷开车，但没开成功，因为他们不确定两颗是什么。那可以问一下你们，觉得内容怎么样？很棒啊，很丰富。你们都吃牛肉吗？都吃。我今天烤肉席，我无法注意场上到底发生什么事。你们先吃，你们先吃，谢谢，拜拜，拜拜。如果等下试一下，拉队就会来。对，你猜今天有谁？我今天穿的是小蚂蚁的，但今天没有小蚂蚁的样子，所以他们试下来检视一下大家有没有吃完，或是已经没菜了，就逼大家加点。你要不要吃个生蚝啊？但牛肉条不错，蛮好吃的。推荐吗？推荐。还不错，推荐。好，我们来试一下这个第二波的牛五花，蛮好吃的。可以去帮雪碧。对对对。会不会雪碧我们去年吃完了？没有，他那时候应该根本没有肉，他应该是来喝酒。他不吃肉，他要怎么样讲肉？他们真的是来烤肉的，他们有在看球，平常在看棒球吗？有啊，我们平常在看球。我刚才的节奏就是有点我的错误，我觉得我现在在反省，刚才错评。我用了错误的方式访问他们，所以他们没有要理我，因为肉在前面。我对他们来说不是肉，对我们大家来说就是一个讨厌的人。所以我们现在吃饱之后，改变心态，改变我的人生观，再冲刺一次。好，对，先吃牛五花，下一个打席林志胜。如果林志胜打全垒打的话，我们就把这杯干掉。上次周董有用，看林志胜有没有用，赶快解决，我快受不了，要追着魏全龙跑了。哎呀！哎呀！安打！安打！大家都在那边等啊，下面都在因为那边等台，那边才抓得到啊。就是有人在我们留言说，哎、欸，那个你整集台刚很嘴，会讲我们很嘴没有内容的人，一定是很少看《举手干一杯》的人。我知道我们要跟这位网友说，我们从第一集到第150集都很嘴，都没什么内容。第一次看《举手干一杯》吗？我们都来喝酒呢，喝酒能讲什么建设性的事情？Hello，Hello， 这可以抽奖的意思。可以抽什么？可以抽什么？可以抽徽章。你们两个是猜拳猜输，所以得来外演。哎、欸，不能这么说。不能这么说。哦，田泽淳一。哇，绝版了。李凯威。李凯威。刚刚失误的李凯威。我刚才发现这个球衣的这边是透明的。对。因为是透明的嘛，所以如果小蚂蚁有一毛的话，就会跑出来。啊，尴尬。因为乐天最近在做那个法香女孩卡，我们刚才建议那个。计划以后出那个异乡，要确定，要出吧，不好吧，不好吧，没有，被乱录了，对，好了，我们谢谢，谢谢，谢谢，他们回去休息，啊，你们打算去休息，打算休息，谢谢，拜拜，下次见，回去练猜拳，回去练猜拳，你们平常有在看棒球吗？平常有在看棒球吗？受到攻击。啊，谢谢。好，得到女孩的葡萄 ，HB 加10。刚雪碧一直在跟我们说，她比较想喝啤酒。
他不想喝调酒，但他叫雪碧，一开始就应该取名叫啤酒。啊，可以吃了，可以吃了。这就是肉要这样吃。好了，可以吃了，可以吃了。好，又轮到林志胜了，今天第四次。很明显很用力，林志胜在讲，还有十场，还有四十个打数，我就打一支就好了。哦，绝杀！绝杀！有至少到外野了，我丢下来，我要往下跳，因为抢到这颗球，医药费也有着落了。耶、yeah, ，我们今天那个在那个天幕球场的外野访问到雪碧。耶、yeah, ，Hello， 大家好，我是龟教的教主雪碧。他刚才问我说有没有看过他的 YouTube， 我说有。他问我说我是看下流的还是？我两个都有看过，必须要看的 啊！而且今天很多美女，我看到你也看到很多美女，也很开心吧？对啊，所以我今天戴墨镜啊，没有，我一直都戴墨镜啊。戴墨镜的意思就是，他正在瞄我胸部的时候，可能你们看不到。没有，我现在没在看。嗯，好吧。你是不是不太能喝很多？我其实可以喝蛮多的，对。可是感觉这样不是会容易胖吗？胖身材容易胖。喝酒是保持身材的方法、欸，大家知道吗？你知道为什么吗？你只要喝酒不吃东西，你就会瘦。重点是不吃东西、啊。喝酒这个东西只是交朋友而已，交际而已。所以步兵可以。步兵可以啊，看到你我就觉得哇，这个酒变好喝了。哎、欸，我们今天不是要讲棒球吗？为什么会讲到身材跟喝酒？没有人在乎，没有人在乎棒球啊，谁在乎什么棒球？其实我也看得懂棒球一点点，对对对，所以我大概知道就是。怎么去欣赏？对，好啦，今天谢谢雪碧，很高兴，高兴的是。对我来讲没什么好反问的吗？你对我应该有很多想要未知、想要知道我的事情吧？我们再反问下去就会不适合这个节目。什么三围啊？什么什么喜欢男生的类型啊？单身啊？什么什么？哎、欸，你怎么都不问？那你还想要反问什么？所以，对我单身，对我单身，对，然后。对，32、1、25、34，然后哦，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吗？我现在脑袋很混乱，有点混乱吗？这边只要100块，我刚才玩一个游戏，只要我可以不用任何的肢体可以碰到你，然后我输你的话，我就给你100块。这是什么东西？没有，我听不懂，但听起来还不错。虽然我不是数学家，但是听起来还不错，对吧？我就把它当做100块哦，100块哦，给你，碰到你了，妈！好，拜拜，我输了，拜拜。那我应该真的拿100块。对，谢谢。开玩笑，看一下，耶，很高兴认识你。谢谢，高兴认识你。我想问一下，你们知道这是暴龙吗？知道啊，暴龙也是未成龙。你是不是不知道要从哪边出来？其实我也是第一次穿它。记者所在的地方是在天母棒球场的外面。我们在这边的先知道古生物在这边复活了。那么龙，对，那么龙，那么一样龙。虽然那么今天那个最后一局一垒差点失误，可能没有关系，他会回来的。所以你会有要奔跑吗？还是没有？我要跟着你哦。明年的那个魏全应该要做那个，在每5局的时候要做暴龙跑步。现在小朋友很兴奋，哇！前面好无聊的3个小时终于结束了，这10分钟，现在有恐龙，我天哪！好了，我们今天野球干一杯的天幕棒球场烤肉趴就在这个小朋友现在为了恐龙疯狂的状态下结束了。最后用一个致敬郭天信的方式，致敬郭天信外野接球的方式来那个结束今天的这一局。Yo， 野球干硬杯的朋友，在干杯之前，记得到 Animal 运动吧订阅，还有按小铃铛，开启你美好的饮酒未来。Drinking，Cheers。